待他会停下，没搞，看起来没熟。因为之前丢弃废弃物的时候，环保局说可以，但是事后他还是有接到罚单哦，因而心生不满。这一次在丢弃垃圾的时候，顺便将监视器给破坏掉。本案已通知到案，该民也说愿意跟环保局啊吼达成和解，嫌疑人已经到案，我们也制作相关笔录啊吼，要近日函送到地检署。